婚礼啊，就看到你的，是故意的，因为我是一个很容易走失的人。被抢走了，兄弟你也能啊！我终于知道交朋友是真的会忍不住叫出来，好兴奋。今天是他的婚礼，你们看得他看得出吗？今天是他的婚礼啊！其实我没有在穿白呢，是我的婚礼啊。那你穿那么亮是什么意思啊？我大概800公尺远就看到你了。是故意的，为什么？你就是要，因为我是一个很容易走失的人，所以我怕你们找不到我。对，我全不好意思，我有点湿，我先。你继续拍。好，800个 SP 完了以后，800个 SP， 刮下来，收进来，拿下来，大家愣住愣住，红花怎么被抢走了？帅气的笑一下，好帅气，这是他最帅的笑容了，没错 ，Oh my God， 笑容，好，其他的人记得鼓掌哈，看到他们拥抱在一起。好开心，好开心，成熟了，我的世界成熟了。不要拍，是什么？那个拍怎么了？兄弟拍啊，超兄弟的，兄弟你也能啊，兄弟很棒，拍下去整个都不浪漫。我刚刚是这个意思啊。玩笑。那他后来就不得不也拍。又无奈又觉得可爱，真的好复杂。转过头来，再看他一眼，再看他一眼，对，好 ，OK。从这边开始，从你开始哈，来，准备，好，来喽，来，转，我要掉喽。1、2、3，哦，不急，看一下，看一下天空，在天空，童话在天空，大家在抢。抢抢抢不到！突然一个男人的手进来了，都会接，对，他就朝我这边直直飞过来，我也是吓到了，过了啊！而且我最后我终于知道交朋友是真的会忍不住叫出来，完全不管戏还是演，我就直接叫出来，好兴奋！